马丁路德金主任，伊伫罗布尼台带头唱这首歌，伊予美国的民主精神大大推动大步。啊，我这个时我邀请咱所有的遮，咱遮的乡亲，台湾过去民主运动，咱海外是上要紧的历史。啊，即马伫岛内已经看到真明显的进步。 但是咱的行业有关系，就是新国同一个国家这个方，咱来唱这首歌，以这汇聚咱所有对台湾的土地关心台湾的人，咱来祝福，往这个方非常好看，完美，OK， 啊，咱到底来了吗？啊，这个漂亮的话，就从这个时间就到哦，这个主持人哈，微笑我看。 自由台湾党的海外后援会，都是我们今天主办单位。那更感谢的是，就是我看到我们现场很多我们的很多的乡亲哈老朋友，然后我们的前辈都来参加，因为我们很多前辈都是在这方面在台湾独立跟台湾促进台湾进入联合国这方面的议题都努力了很久。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大家的努力之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 我们可不可以请陈正义律师、爸爸全国总会的会长来跟大家讲两句话？都是 ，use a stand，OK，啊，感谢问题哈，啊。 看无到，咱台湾联合国，特征为会团队，啊，大家台湾人用心，大家好。我想咱台湾咧独立建国，咧做一个正常的国家，啊，参加联合国是足重要一部分。啊，咱嘛知影台湾要参加联合国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但是咱会知影吼，上重要的是咱来参加。 每一年无去要求，国外人、外国人，如果啊，恁台湾话，所以不管咱今年结果是安怎，咱一年一年爱继续出声。用我的经验来讲，你对中国好，中国会对你好，啊，这是现实的代志。所以咱台湾要参加联合国这个代志，其实唔免看中国人脸色，咱中国过来，台湾过来。
爱出声，吼、哦，啊，国外不管是台语人，海外台湾人会支持，啊，所以我伫遮祝福蔡部长甲个团队，因即摆去纽约吼，是一个 very difficult road， 但是恁做诶代志，一切台湾人会感谢，啊，我祝福恁大家，一路顺风成功，多谢你。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来宾，是咱蔡部长的老战友，我们黄泰和黄先生代表台湾自由会。各位乡亲，各位两个促进会的会员，啊，蔡部长。真欢喜看到恁，安尼半工到洛杉矶过，啊才去纽约。这个路真长，敢那咱台湾进入联合国同款，路真长啊，无好行，无好行。但是呢，咱若无行，就永远袂到位啦。朝你这团，这么有志气，还佫历史遐尼久吼，为台中市教授开始，其实佫较早，为历史上吼啦，伊就咱就开始啊吼，真早，超变五十年啊吼。我迄阵啊是纽约过，是1979年的时阵吼，就咧变一项啊，哦，即嘛形势愈来愈强，尤其。蔡会长的领导下，我想吼，这个目的吼，会伫咧我一生看到，我看会到吼，我看会到啦吼。歹势啦，我伫生活啊吼，就是我有感情吼，头毛足歹看，啊所以，互你看到台湾，哈哈哈，卖看到我歹看啦吼。但是哦，我有信心哦，我看会到台湾进入联合国。感谢大家的打拼哦，感谢尤其恁这个协进会的打拼，感谢，多谢。我把主持棒的工作交给宣达团的发言人小凯哥。好，咱各位乡亲，好，咱台湾的乡亲，大家来，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非常感谢，我自我介绍，好，我是咱这届联合国宣达团的发言人。我叫曾崇凯，哦，那过去也参与社会运动，哈、哦，那我们以前在马英九的时代也有一个青年活大联盟，哈、哦，所以其实，在参与联合国这个事情，要说应该是从两年前，哈、哦，因为由蔡明宪部长哈、哦、担任团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跟他一起到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然后我们参与了开始国际事务。那事实上，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我已经参与了将近10年。过去我们每年都会在台湾举办青年营，哦，就暑假会邀请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营队，然后透过营队来说明为何我们要。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所以这次也有很多年轻人跟我们过来，他们也是参加完营队来认识了这个运动。我请他们站起来，好不好？跟大家握手。我们联合国先生、小姐，还有我们的年轻人啊，都站起来哈、啊，非常感谢他们，好、哦、靠着行动。
跟被理事长的感动，好，他们做出了行动，好，谢谢。好，那其实我这一次很高兴能够受到美西党部的邀请，来到洛杉矶来演讲，哈，来跟大家分享。我想哈，在台湾推动联合国这个运动，我们首先要看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台湾不缺国家的人格，但是我们在进入国际社会上的程序，我们受到中国的打压，因为中国他要打压我们，要让世界上说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在这几年，特别是尤其是国民党马英九外交休兵的期间，几乎我们等于是默认我们在国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八年的期间，联合国宣达团不间断一直到纽约，一直到日内瓦，去跟这些国际社会的人发声说，我们台湾人民，我们是要以台湾的名义加入世界组织，加入联合国，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所以今天这个宣达团连续14年每年的5月跟9月来诉诸国际社会，告诉他们我们台湾人的心声。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认同这个组织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人在中国画的红线下，他们就自我设限。我们可以看到，哦，很多艺人说我们是内地，哦，中国是内地，哦，而我们是什么什么岛。然后我们也有看到，像这一次四大运，我们看到阿根廷的选手，他虽然飞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哈，不一定大家认同，但是他至少飞的是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他进入会场帮台湾加油。结果我们看到柯文哲市长，他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说，因为哦，他说他会赶快跟中国大陆讲说这个不干他的事，然后中国替我们画了红线，说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结果我们在这个红线下，我们自己就去设定自己不能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在推动这个运动，事实上最重要的是在解放台湾人民的心灵的运动。因为我们确实面对中国强力的打压，强力的胁迫，他会给我们在国际上画很多的红线。虽然国际上很多人替我们仗义直言，但是我们自己台湾人还是会替自己画一条线。如果我们在国际上，哦，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接受的中华台北的模式，哦，或者说是其他我们在面对国际会议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替自己画一个红线。所以我们在做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在推动入联，这就是一场我们台湾人的心灵的解放的运动。因为我们要很清楚，让我们自己的台湾人要有信心。事实上在国际社会很多人是愿意认同我们的。我们可以想到中国一定不希望台湾人在国际发声，因为你越发声会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那这样子的话，他没有办法，就是暗暗的来处理台湾的议题。但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就是把咱的台湾的议题，哦，变成国际化的议题。你越国际化的议题，越让国际社会讨论，令他怎样说，让国际社会以前他听到你台湾人发声，哦，过去很多的民族为什么会被并吞？就是因为他在被打压的时候，
他没有发出他的声音，结果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整个民族就被消灭，就被统一。所以我今天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去看到犹太我们那个宽容博物馆，我看到那个纳粹屠杀犹太的历史，这个一步一步让我想到说，我们像台湾现在面临的危机也是这样，他现在从经济，从我们从人民的生活，然后一直到对你那个历史观的改变，这个他们都在做一系列的统战。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高的民意，这就代表台湾人民还是很坚定对民主、对独立的坚定的支持，所以会有八成以上的人愿意支持用台湾的名义去加入联合国。那同样的，我们看到说中国它实际上统治之后，它的呈现是什么？大家有看到勇敢香港的年轻人，他们参与公共事务，他们参与政治，但是他们现在正在被中国政府摧毁。这些议员不是被取消资格，要不然就是面临庞大的这些官司的律师费用。我曾经就亲口听到他们很争取这个当选香港议会的这些年轻人，他跟我们讲说，他觉得当初的中国应该，他的想象跟他统一之后，应该就算是你抗争或抗议，应该也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反抗之后，他们反而是把他们整个全部摧毁，他的这一辈子已经没了，因为他积欠的官司是几千万的、几百万的港币，然后甚至包括像黄之锋，他只是为了抗议一个社会议题抗议，他现在已经被逮捕进去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台湾我们没有这个意识，没有把等到现在香港他要把自己的问题国际化，他们跑到英国去，跑到纽约去。但是他们回到香港，他就是被中国带，这个就是最好的借镜。如果香港在回归之前，他们强力的在展开他们自己的国际诉求的话，今天他们现在不会是这个样子。而且中国现在为什么他们现在在执行的就是要把台湾封锁、穷台？他们的经济策略是让更多人必须。更多台湾人必须依靠他们中国的经济跟公输，然后来把台湾封锁。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中国他现在在整个对台湾的封锁，他最怕的就是台湾的问题国际化。所以，像我们连续三年到 WHO， 连续两年在 UN 这里的时候，我们出发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网还有环球时报一定是在第一时间痛骂我们宣达团，尤其是理事长，然后国台办也会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强硬。那同样为什么他们会这么重视？其实我们这个团体是一个民间组织啊，那这就是为什么说台湾不需要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出来发声。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政府在国际上的宣传是够的，但是问题是台湾人民的声音是什么？那这些声音能不能让我们国际的朋友听到，这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些朋友听到我们的声音，台湾人民的声音，这样他们会去思考他们要可不可以来帮我们，虽然在面临中国的打压。那就是说咱这么看到就是咱这团出来那中国的媒体、中国的官方都非常的欢乐。特别这次，咱搁要去哪里？就是要去中国纽约的领事馆前面开始展开那个入联的大游行。咱相信，这次是，我们为什么特别要设立纽约领事馆？就是说，我们真正全世界封锁台湾最严重、打压台湾最严重，就是中国。那如果我们不去向他表达抗议，我们自己都不出声，那谁要替我们出声？咱台湾人家己无出声，别人谁要爱替咱出声？所以，咱宣达团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代表台湾的民意跟心声去表达，
安尼互人知影讲吼，其实咱台湾人民是要爱，我们要用台湾的名义去参与国际组织，去加入联合国，这才是咱要爱的。然后我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年吼有参加WHO 的宣达团，那因为我们这次又没有拿到邀请函，所以我们不能进去。那我们跟卫福部长就在日内瓦开了一个国际记者会。那国际记者会哦，我们还网络直播，就国民中共连网络直播都不给你直播了，他直接用网军哦把你整个画面都黑掉，所以最后只能用事后去播放。那我们开国际记者会，好，那网络直播把你黑掉，然后记者在现场采访，然后我们宣达团算是参与，然后一直到结束之后，我们在记者会的外面，由蔡明宪理事长跟我们所有团员拉着布条，表达对中国的抗议，然后我们在唱，也是唱歌啦，哈，替台湾加油的歌。那我们看到很多法新社啊，还有日本啊，日本的媒体啊，哈，甚至欧洲的记者，他在采访我们的时候，就在看我们那个桥段的时候，我看到有我们很年轻的一个外交官的女生，她就远远在后，我是有看到她啦，那因为我们都在唱歌在韩国哈，然后她远远的就在旁边掉眼泪，那一幕其实我们看得蛮过的，蛮感动，就是说其实很多我们台湾的这些，尤其是这些外交人员，其实他们也都很辛苦，那其实大家都有台湾心啊，只是他们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那就更让我们觉得说，其实宣达团，因为我们台湾在面临就是一个中国这样子这么强力的打压，所以要靠民间的力量啊，跟一个正常国家是不一样的，那起码国际上国家，所以咱来用民间的声音出来，啊，政府可能伊就无法度讲真正讲啊去大声去喊出来。不过我们也是要监督政府啦。哦，这一次我们去纽约游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中国领事馆？很多人跟我们讲说，哎，你们不要那个哦，不要有闹事啊或干嘛。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你在害怕中国的时候，事实上你就是掉入他对你画的红线。他当然，他打压我们，当然理所当然要去他的领事馆前面抗议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人，我们可以温和，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定。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安姐，我稍微插播一下，早一点的时候有像现在询问说，是不是晚上一起有聚餐哈？那我们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六点左右结束之后，我们要去金鸭子餐厅吃饭哈。那如果有相亲有兴趣的话，欢迎一起来参加。那我等一下会请我们的戴志信主任哈，跟大家征询一下。如果有要去的话，跟大家登记一下，写下名字。那每个人是这个是自费哈，就一个人一次，然后一个人是收费25块。但就是一样，我们会请戴志信主任来收费这样子。那我要特别感谢，就是说我们今天侨委会的我们的落差中心的主任哈，翁主任也有来参加，那就是我是很开心，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外交的人员哈，不管是侨务还是外交人员，都越来越关心我们的台湾乡亲真正在很困难的这些议题，这些对大家来说很重要的议题，而我们的那个新闻处的副处长也一直在这边，就是真的有感觉到说，在这个政党轮替之后，民进党执政下的我们这些外交官员好像都比想要更帮台湾来发言哦，所以就是蛮感动的。那我再把主持大家给交给北朝凯哥。大家好，我是要串场一下。那接下来哈，我要邀请哈这一位哈要来演讲哈，是我们在太阳花学运哈期间哈也是非常哈看起来很温和，实际上很暴力，而不是，实际上很积极哈。那他其实他也很努力哦，在把台湾的声音发出去。这一次我们去日本东京证明哈，冬奥证明运动哈，东京奥运2020证明台湾队的名义参加奥运哈。
然后他跟我们一起来奋斗。我们欢迎哈，我们的王一白。
政府做不够，民间要先行，这是第一点。那改变了少数的无知的障碍之后，我们就要有带领人民有唤起勇气的这个运动，所以才需要不断做宣传这件事情。那我在这几年也做了不断的从我自身当中个人的一些行动，像我们在2015年，我们设定的第一战略目标消灭国民党这件事情，我们就组了拆车轮这样子一个团体。那我们呢，从以前大家其实在这次我来的时候，要特别有很多的那个乡亲跟我讲说，如果特别来的时候要分享一下，到底我们在台湾怎么做运动的。太阳花到底是怎么唤醒这么多人的？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讲，我们其实透过大家都知道网络，但是台湾主要几个社团。那我也跟你讲，其实 PTT 之外还有什么？其实美国有发明的 YouTube，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宣传管道。新媒体加上 FB， 其实是我们最主要能够进行社群串联的动作。中国封锁越多，可它没办法封锁我们在世界上的讯息。所以我们透过我们只花了几万块的东西，不断把媒体翻译成各国语言，在全世界去做表达，然后并且呢告诉大家我们同一时间要在哪个地方做行动，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些社群媒体。那其实我们也鼓励说，后来的一些前辈跟社团能够结合年轻人的力量，我们只要出少少的几万块的钱，我们就可以拍出很棒的宣传片。像这些四大运，其实都是很多宣传，跟过去国民党那种砸钱的宣传不一样，而带来极大的效果。这就是台湾人该学的一种战略，我们要用杠杆式的战略，每一次都要能够用最好的资源做出最大的效果。像我们现在很适合做网红，其实我要跟各位讲，很多如果我们现在四大运能够透过台湾的网红做宣传，得到了很大的效果，台湾露脸以台湾的前途跟现状的说明，我们也可以结合美国的网红，跟台湾世界网红。其实各位知道吗 ？YouTube 好几名前几年网红在台湾的收视都是第一名的，可是跟他们合作却比电视台合作还要更便宜。如果能够把台湾为什么要建国、台湾的现状是什么、台湾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本土认同，跟我们能够透过这边人脉结合了这边许多的知名的网红做传播的话，这是非常先进的一个事情，而且会影响中国的一定第一时间会反弹。很多在他们校园里面做出来低效啊，我们不认同啊，因为他们现在中国从去年开始，在每一次的最新建交当中，他们都很卑鄙的要求对方脱下一个东西，就是要求对方建交国一定要宣称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发现的。那台湾人的反击是什么？当然，未来一旦我们公投建国之外，他们这些事情都没有用。但在这努力之前，我们可以做不断的民间的这样的国际宣传，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很多人民不认同你们，而且更多的国际友人，包括像我们看到阿根廷，其不止，还有很多的网络网红喜欢讲台湾 number one， 虽然他们不知道那个旗是车轮旗，但是他们知道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呢，有韩国的网红，有很多美国的网红都在网络上做过这动作，然后呢，中国人就被立刻被第一秒被激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民间可以做的事情。透过了许多第一线的认同的运动，透过了我们温柔而坚强、坚定的运动，走在他们的第一线。那这件事情我们把它结合起来，不断的去做。台湾，我预估台湾在这15年内，未来就会是一定会有建国的最好时机。其实这几年当中，我跟各位报告讲一件事情，我们最近都数据，从2014年以来，我们其实很善用数据、网络数据的搜寻来决定我们社会运动的下一步怎么走。我查询过“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在台湾的搜寻数量，在阿扁那个执政时代，2014年以前，他们的搜寻数量是达到99%到97%的网络的使用中华民国，但在台湾的整个地区，过了这15年之后，到今年为止，已经剩下15%不到。台湾搜寻两个字成长到60%以上，这就是代表什么？这就是代表我们台湾很多人，虽然他在台湾的意识还是混淆的，可是他们已经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使用的方式已经渐渐被取代。那我们就可以说明，在更长远的时况下，在过了这次的教育在翻转之后，在过了10年以内，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将会更加强烈。但是我们这时候在这几年转化更多的愿意站在第一线战士的这个信心跟决心，所以我们每年不需要不断做，不断站出来。走在中国的暴政面前，告诉他们，我们跟他们说 no， 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要成为台湾人。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但是我这边要特别。
别感谢一位前辈，就是王文宏前辈，来请你站起来。他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这两个月在做那个 IR 那个独立公投运动，我是那时候 IR 独立公投的轮值召集人之一。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每个月都有办这样的论坛，跟所有的独派的领袖、行动的领袖大家来会谈，怎么去推动这一步。那我们那时候遇到王文宏的前辈，他给我一本书，告诉他过去次讲到后来的许多的故事跟经历，然后也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因为其实像刚刚钟太讲的，我在给大家印象一直都是充足，其实我也承认是充足，因为我会认为说，台湾总是需要有人愿意是开枪的角色，我愿意当那个开枪的角色。所以那时候太阳花，其实那个晚上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最早冲的那几个人是怎么样，不管是陈伟霆还是林飞凡，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英雄，吴学长，很多人，大家不是在电视上熟悉的人的面前，但是每一个我们行动的人，其实在七点的时候，那天晚上七点的时候，每个人都被抓过去一个那个办公室，劳政台湾劳政的办公室里面问说，你愿不愿意冲？但这个冲会有法律行动，但是这个法律行动肯定比过去还要更加强烈。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愿意，就是决定明天出来，而且如果被抓了，要判到两三年以上，我们都愿意这样行动。我们决定了这个行动之后，我们才做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台湾就是需要有一群冲突。不断的要愿意开这个第一枪，才会有更多的人跟进。那我愿意做这样的一枪，那很高兴有前辈给我这样的鼓励，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感谢一凯哈，他也是真的是很冲啊哈。那他明年要参选台北市议员，好，现在预祝他当选。好，谢谢哈，很有机会当选哈，非常非常好。接下来我要欢迎这位贵宾哈，他是帮我们这阵子特别是在路联的议题上一直在协助我们。那长期呢，爸爸哈也是在推动哈我们台美人，甚至台湾哈在国会哈很多重要的关键的法案跟我们的利益，都是透过爸爸来替台湾人争取的哈。所以我们特别，我们邀请哈我们全美哈。爸爸，吴会长哈，陈正义，陈会长哈，来跟我们分享哈，他是对这个最近台湾路联议题的看法。台湾应该讲的物件吼，我想要讲，我方面讲吼，所以应该多谢你，啊，祝你选举成功啊！以前我想大家拢想要台湾的建国，所以建国要做从正常国家。爸爸的法国就是伫海外伫美国这边做一个 push， 但是讲美国会支持台湾做这个吼，这个 depends。第二，美国政府讲，如台湾 declares independence tomorrow， 美国宣布独立，美国会支持吗？巴基斯坦他们会说不支持，可是他们不支持不是我支持台湾做起民主国家，因为有也政治的因素。所以换一个问题，如果你美国政府你会支持台湾？民主运动，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吗？美国政府的地方不会，这个讲到的是台湾人民是台湾的头家，所以台湾人民声音很大。其实美国政府蛮要注意，过去卖讲久了，过去三年到五年，美国政府报了那个太阳花学生是运动，因其实蛮惊的，哇 ，Half a million people in Union 啊！哎，望在台湾领导对台湾国家运动开开门，所以就看出过去三到五年，美国政府伊的想法已经开始改变。过去伊会帮助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但是起码应该讲哈，他们都会讲说，我们在想办法在联合国体系外。帮台湾参加国际组织，而且要几年后，是
为常常跟他们对话，就是蔡海慧第一种，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一个人就是，今嘛是在台湾的事，先台湾，意思就是要台湾继续一个国际空间有一个 position， 台湾会被那个边缘化。啊，你做做保护台湾的民主，啊，啊，我其实我嘛甲各个地方甲委员伊讲啊，伊讲其实。我刚才讲，老美讲，为什么你不支持台湾所谓的独立？讲，我们不是啊，或什么不反对，可是美国不能做台湾人自己不做的事情，啊，就那么讲嘛，就是台湾人爱心提出来先讲，你如果讲我都支持你，啊，我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说台湾你现在要独立，你非独立不可，比起来讲嘛，啊。所以意思就是台湾人民爱心提出来，啊，其实国际上做些朋友去支持台湾，啊，如果我们多一个两个太阳花类似的运动，我想全世界会被影响到，啊，我们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其实我几个想法，一个当然是教育，哈，这件事我们两个教育过去已经很久，啊，我要对台湾，我要朋友来卖那种电话给我们，啊，因为。真的在美国国会也不用俄罗斯一个台湾一个台湾，反正都用台湾啊。啊，甚至利用俄罗斯，他们很 confused 啊。我讲一个有啥个会议，有些非常重要的英语国会议，一做会议接待那个台湾官员过去，还有托送武功 ，Welcome SNS 啊，就是 Chinese community。我老公啊，不是 Chinese community， 是台湾 community 啊。我日本跟去烧日本的 China， 哎，所以这是算一个矛盾。他们在台湾国内需要一段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从疑问的来看的话，比如说台湾就把国际社会按照国际标准嘛，用西元嘛，啊，2017年标准用民国几年几年嘛，啊，你变成是自我矮化一个。啊，请确认，台湾跟我是两国关系，不要再讲是两岸关系嘛，这个很简单。啊，跟我是中国，再讲大陆嘛，因为美国也有大陆，欧洲也有大陆哈、哦，中国就是说我台湾是台湾嘛哈。啊，其实有一次我们跟那个美国第一期朋友发言讲说，你们被试探用。不要好，这个我要先矫正一下，我非常感谢。那我们接下来，我相信哈，我们这几年宣达团，在不管在国内的媒体，或者是在国际上的媒体，哈，还有很多国人开始越来越关注台湾入联的议题，哈，我相信这位灵魂人物哈，占了非常重要的原因哈。我们现在邀请我们联合国宣达团的团长。也是前国防部的部长蔡明健，好、哦，蔡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真不易吼，你不管讲伊啊，伊一定有爱观音吼，我吓着吼。我的老朋友就讲，一个一个都离快要离开了。我要讲一个故事吼，啊，这对咱台湾人的健康运动有帮助。我知吼，我是团，文弟吼，团弟，伊看一个，伊的名叫做宽容的博物馆。The Museum of Tolerance， 啊，这是这个宽容博物馆吼，是讲伊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以后，500万的犹太人，伫德国纳粹希特勒政府政权底下，丧失性命，不管老的少年，查甫查某的。因为伊是犹太，所以受到无尽的待遇，啊，家己啊去一直中央，然后甲因去剁死啊、害死啊、饿死、枵死。啊，这个宽容博物馆是伊看伊历史的事实，啊，真真实看伊的相，看伊的电影，看伊的声，啊，讲。做一代人，犹太人爱遐尼苦嘞。犹太人伫第二战争、第二次大战的中间所受的迫害，是从彼代人遗传。武汉严重是去变十多变半多，600万犹太人，就是伫德国纳粹政府下边无人道的政府内底。总是人是人，不是德国人，不是犹太人，德国人。伊的反抗，希特勒的政权，甚至伊的暗杀，希特勒该严判的斩首。啊，我即摆就对我的斩首，从敌人那个斩首。啊，其中一个教会，德国教会牧师。伊个名叫做蒙赫尔，伊德国名声，但是叫我们叫做潘霍华，潘霍华牧师，德国教会一个少年牧师，伊是义勇军，被开枪的王一凯讲，他那一位开枪的人，潘霍华牧师是伫德国教会内底被向希特勒甲伊个。核心的开枪那个人，当然伊个会受压、受关，伊希特勒政府的1944年6月底投降的向联军，无条件投降前一个月，潘霍华牧师呢，以纳粹的那个被吊死。伊咧受关押的差不多较无一年时间呢，伊咧搞到大家都写伊的心得，大家都写伊的写批互伊的朋友，互伊作成德国教会朋友。啊，其中一句话，这是咱今日看的博物馆的这历史的物件记录内底讲。按日是潘霍华以前先讲，我发言时，我以30年前，以今仔来发言时，我就先出来讲，我甲大家分享。潘霍华牧师，伊讲，这暴君啊，就希特勒这个暴君，伊会继续跟伊闹掰。还是恐怖害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好人点点无出声，就死了。等犹太人，你也
百人你受刑、受官、受拍、是毒死的时阵，足济德国教会牧师基督徒哦，点点外出声、外抗议，因为我德国教会的牧师不是犹太人教会传人，所以点点不出声。反正我告诉你，等死这个政府今日变态天主教的时阵，德国天主教的时阵，德国教会、罗德教会，如果伊要点点无出声、无向基督徒抗议，是压迫天主教。如果伊为遮是德国教会的牧师基督徒，点点无出声。啊！即我毋是天主教徒，教无关系，所以点点。因融入希特勒政府，继续派人做派人，掠人派人放火。所以今日我要甲大家讲，今日伫台湾有民主自由政治的天空，大家足欢喜。所以你是少年啊，即马甲国家唱响。足好啊！肯定你，总是咱台湾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以前，等国民党来政府，单一军队来到台湾，是一点人害人放火，发生意外。为人讲，两万的台湾的精英受害，足侪是少年人。为人讲，可能五万，迄个时阵无人敢讲。足少人敢讲的，我伫台湾五六年前，你谈台湾是无敢讲的。因将国会叫国民党的，一直不听入耳机来看。所以今日我引用潘国华老师所讲，咱对今日台湾的正名要认的，虽然是民主汉人。八成八成是人在家裡在那裡也知道中國是一個大石頭，台灣的正名真的獨立，就是很少人會站出來，很少人願意向中國來呛聲，說台灣是台灣，是中國的。所以中国即马愈来愈大火，打台湾的手段愈来愈强。台湾的政府领袖，甚至立法委员加进，点点无出声，点点无要讲话。所以是台湾有八成的人超越党派，这是台湾即马上大的共识是，不分男女。不分统独，我老早统派人，我最大的就是大部分台湾，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台联、时代力量，阿拢共识。但是迄个声来，敢无发无出来，是真台湾，我欲国民党人讲不是啊。是不是台湾人为独立建国？不是啊，一心中想要家己的建国，但是迄困难，在人讲啊，困难啊，可能不是今日你这番二十五个字，在人讲都互恁互台湾家己的不是，可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是说我甲太阳兄，可能我这代看袂到啊，台湾家己的建国。讲实话，杨玉芳就是少年写出来，就是讲伊开啊，伊在讲的吼，啊是讲比我甲太阳兄三十年过来，我话骨发无声，这是当然的信心，当然未来困难，你讲对不对？
PVC 自化物去拜访国会议员，我就拜托讲意外的国会议员，其中有两个是 Senator， 啊，对我足好，啊嘛足感谢，有伊我拜国会是 Kiko， 拜我个博主国会代表，甲伊来共同去安排。我与国会议员，我呢，一间一间连走走两间，啊，伊哩吼，当然即个参即个国会议员做客气的，你做伊招待我，我讲拜托你支持台湾来，我当台湾的名，家己的人讲，也是家己人，会做，也是客户国的银行做的。这个诶，国会议员可能大部分优先，而且对台湾呢，算得蛮拢对台湾影响未大，我拢支持。其中一个国会议员对我还有 State Senator Steve Shaw， 这对咱足好。我呢，从这个移民了以后，我分两款，因为国会议员啊，甲议员时间拖拉平。所以我做两款，我出来一套，伊比较新鲜货，比较会做来滴，变成比较伊妈妈伊新的新鲜货，比较遐吼。我呢袂讲话呢，伊讲来 ，friend from Taiwan follow me， 就笑着说的，我叫他发谈口号对话。我不知道你比较会做，叫他在谈口号，我想要发比较蛮多，是比较民主主义。更喜欢的，是吧？台湾 China， 台湾中国一边是国，哎，对啊，讲一边是国，那个屁话。台湾 China 一边是国，做感动的。啊，从这开始，有一个。台湾义工教会牧师、副牧师、入会，就是讲 ，Congressman， would you support Taiwan? Use name of Taiwan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or a religion? 先下报国会议员 ，Of course， 因为我支持啊，我过去变你做国会议员嘛，支持台湾是必提案。台湾家己，然后你会将台湾家己捡，拢做台湾的名。啊，我台湾讲的话嘛是讲台湾啊。但是这个会议员讲，如果 I do not understand why， 会议到位，讲几个月前，五月，然后你的 AJ 大会，你的里面的售票，如果你的台湾卫生部长底下讲五遍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无你讲讲你从台湾，哦，伊讲从台北中华台北 ，That's small shoes given by China。伊讲这是中国变成台湾成小鞋了。这个人阿变变成大，跟你从台北，先小我不会讲讲，还超有 ，Now， to your Chinese people。Using the Chinese Taipei is insult to you Taiwanese people. Because it's hard. So, I come from Chinese Taipei. I represent 20 million of Chinese Taipei. 听无啊？这个是一个危机呢。当台湾有八成、七成、八成人讲我从台湾的名家己来讲，
结果咱家己政府、马英九政府、即摆政府拢强派的强派的，即摆谢宝文，两礼拜前就谢宝文，当然民调，问讲伊是赞成讲台湾的名，还是讲强派的？他说四成外人赞成，啊，佫较去五成，讲要从台湾参加谢宝文。但是今年不会到三成或四成，前天我袂歹，这就是危机啊！咱听你讲吼，咱台湾即摆处境，咱讲要正名，这公道之辈做台湾的名，对不对？总是台湾即摆叫国民党来依赖，从中央台湾来讲，嘛袂歹啊。比无较好啊，这就是危机。温水煮青蛙，咱这个故事大家出来讲。你青蛙，你伫水内底跳，即摆烧水内底，火内底你敢吼？跳起啊！青蛙就是跳起。这就是中国政府，甲这通派这媒体，这个咱台湾的，这个咱。万军就叫做相对起来是敌我不分呐、啊，敌我不分、啊，迄就是军心的降落性是足大足大的危机。即摆台湾，那台湾啊，从前开始往外进啊，啊那安尼时阵吼，比如讲，先来正面，先来来办这个国，一定要从台湾面危机。这是中国要来统治，中国要来统治的足厉害，不是讲啊连接啊，所有都去中国，国民党来立法院去中国，这几年来我所接触的，我到了李定，我是代表，我到这到了李定，我把你推给李委员说。啊，这个礼拜在中国等，伊无讲中国，讲是台湾等。我甲电话讲，讲中国啊，我咧谁来去？我讲伊怎啊，伊二十个以上都要去啊，啊对金门去，啊然后坐船过厦门才来去啊。我讲开话就是，我讲咱这个去金门啊坐船，大概三千块有够。但是伊在中国两礼拜，十天两礼拜，拢是中国招牌。所以即款台北有两百比例对上，你应该很注意哦。毛一个理想的联谊会，要拢去中国等。包括农会这代表、议会代表，这足基层的，啊，足足侪人去遐中国等。两三千块对金门去，两三千块有差，啊，现在两礼拜、三礼拜都没涨。那个是统战，打我下心。我是听我台湾阿弟两兄弟在讲。我安尼暑假嘞，啊，今仔日你来教会马上来个祈祷，我来给你们安尼暑假。你暑假有没有到什么地方？过年去过年，一班内底有头三五十个，其中头四分之一，我有去中国玩玩，我安尼来去，赶快，家己买坐船坐飞机去到金门还贵，啊，去啊两礼拜三个，拢是中国招待，中国对他们统战。啊，所以我一讲无误会，即摆中国的策略就是打台湾，中国要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的人心，这是通奸。所以我大讲，咱伫台湾即摆有意识中国通奸，毋是讲对人的通奸，对媒体通奸，对教育界通奸，即个国民党
初中、高中、高中的老师、校长，咱台北市啦吼，咱台北市，就几啊摆高中、高中、小学校长去中吼，捌一个校长，干了一年、五年、一年，一十七个，啊，拢开光去的呢，拢背钱钱的。我以为要用他起，原来我算的黄历不正确。为什么呢？十七师啊，去看你阿公给公会去调过。十七师在干嘛？有教育考察，考察啊，十七个。我讲这是调过，这是带我这卖唯一。所以这卖党内进步，卖一个我给你外交周边啊哈。一中二表小二公司，咱干嘛？但是今日，民进党政府现在建党，中国的方面，包括对军人退役的将领，但是是我以前老公司，是对外保守，对军中是三民主义，消灭共匪，今日这样是。一点不料理啊！国军跟解放军都是中国军，啊，什么是？你来我，我来跟我退军哦。你以前依然发过，啊，你听你讲，解放军跟中国军都是，跟解放军跟国军都是中国军。所以今日危机哈，我们赞成，咱的军队国家国防意识还增加。我也支持蔡英文总统，国兴国造，国建国造，国防组织的关系。蔡英文总统也真歹，伊较早阿扁吼，他一个月去军中实习，马英九可能三个月才去军中实习一遍。即马蔡英文总统一个月两遍三遍，所以点心拢提高军中的士气。提高敌我的意识形象有200%的帮助，我肯定。但是对中国的统治，对台湾的正面，爱国较大意，爱国较健忘，难去考虑太侪中国的因素。我阿即卖就中国意识就大，国会就开啊，所以咱不必操心。我是真难过。你来考虑中国，他喜欢不喜欢台湾这样子的人，你来考虑去台湾应该无疑，但是，咱台湾人民既然八成外人讲要干一个韩国国家的，这是台湾的秘密，相当的共识，那个一走，这是民主政治啊，民主政治是民意政治，对不对？你们年轻人太清楚了，为了政府。不理考虑中国的意思，当然政府爱考虑中国，考虑美国的态度，肯定要考虑。但是你要考虑的同时，不要放弃了台湾人民的诉求。你若放弃台湾人民诉求，你算总统是做啥？你总统是台湾人民倡议起来，台湾人民希望台湾有更加一个国。啊，你讲伊。如果违背了条件利益，安尼就是台湾的危机。这是我个人的希望，我希望台湾更好。我今年五月，我刚刚台湾人，一年人去，然后你们是世界卫生大会去啊参加，啊，我是从另外台湾转到马来西亚。我去年当伊去参加跨大会啊，伊尼讲袂使，因为人咧叫我也要上台湾卫生部去参加，所以卫生部长陈时中嘛袂当伊啊，啊，结果咱是从民间的组织，当然这是我阿外努力，唔知今日背景。那个伊拉是
我们这边有一个 ID 卡，四个立委，啊，就是会有副总的两个司长，啊，我想讲，卖多菜吼，啊，他我就我无做代志，我讲我以前的思维。我们没有接到，但是在那向老人家接待会提出诉求，套过来的方向我来提供。台湾应该参加老人家接待会，你够多了，你不要多出过是吧？因为不要往。所以待会一直在开幕，开幕的一直在第一季的，要请两个在请台湾医疗厂，另外两个国家反对台湾。是啊，看台湾时报。A 零一点是吧？你对台湾时报可以辩论啊。二对啊。反对台湾大人，然后接待会，这两个国家是中国。该打该打。这是欧巴。欧共产国家。钱来拢对头。中国因为生活是第一个岗位。靠中国。伊从北京伊讲我台湾人嘛，伊是嘛。我代表中国卫生部长反对台湾被邀请参加了这个大会，因为广东和全国民主中国卫生部长，因为1970年的联合国二七五八号的结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政权。是中国的唯一代表。二七五八号决议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人民。我们立功好写，我写的功立功好写。我们中国照顾台湾的公共卫生照顾得很好。中国吼，你讲爱中国，但是伊嘛会讲好笑，伊国际上所以讲好笑。啊，奥巴马又出来讲，我嘛会讲，讲甲快乐。然后咱两个支持迄人讲，讲为邦交国，两个四个国家在邦交国第一，圣莲森，伊用伊做一个四个国家，而且我用荷兰，来听。讲我圣莲森，我咧人口200万无够，相信我嘛是一个国家。我圣莲森有上好友来参加了这些人，我人口200万无够，现在台湾2300万人口，你敢在来这所在参加了这些人？安这样讲，伊拢讲台湾是从啥台北？就是讲，伊就针对中国二七五八号决议文，是干阿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出来就该叫正确的对阿讲。但是二七五八并无讲中华中国代表台湾人民。哦，我是讲，我是想前面是这有情况，对咱还清楚。伊讲二七五八号，你阿讲国语文。并无喜欢中国代表台湾人民，阿嘛无讲二七八号的国语嘛无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never。我把你两个清楚，爬到柏流的国家国标，几乎讲个款，因为我爬到无完全人口无够，我嘛是当在西人台湾2300万的人口，别当来两个国标。一家
我有一个暗会，我另外发现呢，省联省甲国流的会交朋友，来到我们，我来发话哈，好啦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我问迄个国流，省联不是省联省省联省的会交朋友吗？我安在银地方播中央广播，说二十八号，并无讲台湾是变国一部分，好热闹。我爱接受一些，诶，五百块的 share letter， 从台南，一定可以吼。一定可以，我要记得，要记得这些意见吼，一礼拜就讲假。然后，而且所有193个国家的卫生问题，这个说的话，感谢委员弟弟方弟弟。最近，然后也就秘书长，啊，甲192个国家，然后也就是医生。虽然是我甲罗荣光牧师啊出名，但是伊真正是伊写伊伊伊个牧师嘛，伊伊个牧师嘛，伊伊个牧师。讲不要紧啦吼，我讲过啊，啊，你伫这个习近平眼中你是，我讲嘛，甲这个伊都讲了，我拢伊老命话。我甲你讲，啊，这样子。我们这个小老百姓，一是伊嘛是我来帮忙，帮工人去联络过，他也是我们帮的捐款嘛，所以他义不容辞下配，又配好一些蔡英文总统修订，李大为我又毛修订，陈时中台湾对付贵妇的毛修，我直接嘛赶快帮盖好，然后诶老李叫的秘书的帮忙盖好总统，我帮好。会不会来对华文事后讲过？哦，一点点哦，足有路用的，就是省人省甲国人民，啊，拢放一点点。所以来讲，这边我出发台湾三天就离开台湾，十天前我马上赶快台湾为国加入联合国，哦，联合国的秘书长。我是八百多三个国家的联合国的代表，啊，然后包括各界的巴蒂冈、啊、巴勒斯坦等观察员的国家。我相信中国的主任国台上一定放得进去，所以我也是讲两个。我是讲管理伟大的，大家做国民党后面多，现在做中国的后面多，我都感到荣幸。所以这样哈，我来讲一点一滴，因为我讲咱做啊，迄无效，迄无效，迄无效，就是，那是上帝托我是一个保护，上帝意思，咱来和平，但是爱有公义的和平。Peace without justice is not real peace。保罗使用马蒂甘语说 ：“If you want peace, if you want justice, working for the justice。”你来面对对公义，你就爱去做，你来做韩国人来负责任。我建议啊，也不讲太多啊。我做意见会查过，这次也作为韩国人什么意见会的啊，带来了几万人去意见会啊。以西，以纽约，我们这个意向，啊，就把我们台湾入面最大的两个诶，诶，输赢理由，当然里面的声对声，诶声，传达出去。所以，咱以我们的机会，不管是爸爸，不管是台湾自由会、乌会、台湾人民会、各国，咱拢有我们的功能，诶，咱的目标。来，我们干一点，好。
大家要了解正向心理动力。谢谢大家，各位朋友。我这有开啦吼，啊，我准备要准备他的二十分钟吼，比较好会议员会议吼，啊，有这啦，不过你啦，爱啦吼，我也是来做咖啡，出来做咖啡，来做咖啡，好，谢谢，啊，也再谢谢文平啦吼，他的帮忙嘛，好，我敬大家，好，大家，我敬大家，好，我这边来加入那个一个 echo 嘛，啊，这洛杉矶代表处。好，非常感谢哦，那个蔡明宪理事长的哈演讲分享。然后接下来，我想再利用一点点时间哈，我邀请我们的联合国先生还有联合国小姐，好来简单好简短哈，就分享一下你们此行来的目的哈跟想法。来，我先邀请联合国先生哈朱哲成。哦，他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哈，啊，我们欢迎，掌声欢迎朱哲成哈。各位在美国的我们的乡亲，台湾乡亲大家好，我是朱哲成，我是2017的台湾大的选出来的联合国先生，那我先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那我从太阳花那一年开始参与社会运动，还有政治，那也有曾经协助过王一凯上一次的选举，后来也参与在这个拆车轮计划的运动里面，就是要来把国民党这个拆列洞掉掉。那艾德尔，来一口的说北京话。那很简短，那就是说，像透过一个政治的历练之后。那今年很荣幸能够来到美国一起参与台湾南的宣达团。那我想我用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话来讲为什么我们要过来。我用一个反向的例子。早上我们去参观这个犹太博物馆，大家都很有感触。那纳粹是迫害犹太人的凶手。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国民与教育宣传部长戈贝尔。有一句话名言，谎言说一千次就是真理。所以中国每天都在欺骗全世界。Taiwan is part of China, but is a liar。这是他在说谎话。那如果我们让中国每天对全世界说谎话，台湾人都不讲话，那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会不会相信中国的谎言？所以台湾人自己要站出来，为台湾人来发声。台湾人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都说我的钱被偷走了，我自己不要回来，别人怎么可能说我要帮你要回来？你应该要回你的钱，对不对？不关他的事嘛。所以我们自己要为自己发声，台湾人要为台湾人站出来。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在这个年纪有机会来到美国，来到 LA， 来到美西党部，跟大家一起来打拼。我相信。这是一个世代的运动，这不是一个好像只专属于好像某一个年龄层、某一个年代、某一个族群、某一个地区，并不是这样子。我们追求台湾能够交流民主，台湾甚至最终能够来独立建国，这是在台湾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世代性的一个目标了。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代表一个青年世代一起来参与。那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的在这个道路上面一棒接一棒传承接力下去。谢谢大家。好，那我们邀请我们联合国小姐。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湾。我跟台南一起来的联合国小姐，那大家叫我嘉如就可以了，嘉如。那这一次真的也是很荣幸，能够看到大家，我们台湾人在聚集在这个 LA 的这个角落里面。然后呢，我必须也要诚心跟大家承认，在还没有参加2017年由蔡部长他们所
举办的青年营之前，我呢，其实我家里爸爸妈妈都是公务人员，所以我们家其实都是比较泛滥的。那我们家的传统也就像那个马玉丽小姐说的，就是像说，你不用去管政治，政治呢就是不干我们的事，我们只要吃饱饱的，好好过每一天，这样就好了。但是呢，前几天江俊辉，那个 candidate， 他上前几天在这里讲，他说 politics is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其实大家都很害怕这个 power， 因为觉得说，我们跟这 power 离得太远了，然后这 power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 threat， 是个威胁。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是可以，如果我们要站出来有这个声音的话，我们必须要去进入到这个 politics， 去干涉我们自己的未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进步，去走向我们自己的未来的下一步。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次来，我自己是学教育的，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教育之旅。从2017年我参加了这个蔡部长他的青年营之后，我受到教育，我知道了原来我们台湾处境是这样子，原来我们是可以为台湾做些事情的，原来我们不是只要吃饱饭就好，我们是可以为未来做些 future。 那这几天又看到不一样的视野，然后刚好我们刚刚也去了 Towers Museum，那真的是学到很多。当一刚开始人们在用言语去抵制你，去说你就像是那些温室病的老鼠，就像是纳粹人对待 Jews 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站起来反弹，我们就要站起来说那是错的。那在这样子的时候讲不懂话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出来，而不是说我们一直对他们的红线画地自画线自画地自限，说我们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不只是人家教育我们，我们还要把我们所知道去教育，去告诉我们其他的朋友。像我这次来，我就会跟我的朋友们一起都开始在分享，那对他们也产生了一些冲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们是可以，其实是可以这样子做的。那谢谢大家，希望我们继续去教育以及心灵解放我们国人，还有我们自己的朋友，然后更坚定地走下一步。谢谢大家。